人类文明的进步之核心在于创意，创意产生创新，创新推动创造，从而诞生人类文明的发展。文化的创意是原始出发点，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，它是人类智慧和思想的结晶，也是文明发展的推动力。文化是属于世界性的，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。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出去是必然的，中国需要世界这个大舞台，世界同样需要中国文化的元素。Thank you.